洋洋平时买的最多的时尚单品是什么？眼镜。那更喜欢头戴式的耳麦还是入耳式的耳机？喜欢入耳式的。那平时工作随身的包里边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？墨镜。那你不工作的时候是喜欢打游戏还是喜欢睡觉？玩游戏。那平时是更多的是在减肥呢还是在增肥？是健身。一般去 KTV 最先点谁的歌呢？点自己的歌。没有，开个玩笑。那你比较喜欢看剧情片还是科幻片还是恐怖片？科幻片。对，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最近没有看过电影。看电影，我记得我最近看的应该算是《寻龙诀》了吧，很早了已经。那你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谁？为什么？孙悟空，能力比较全面。那如果有一天不想当演员了，想去做什么呢？机长。你马上就要520了，然后你给大家推荐一款你520适合送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礼物。那就亲自做顿饭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